睡觉时打鼾是相当恼人的，不仅对于打鼾者本人而言是如此，对于和他们同事而居的人更是难受。姑且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打鼾的，是不是有办法可以让这种连连不断的鼾声停止呢？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市立医院的医学专家目前正在试验一种相当特殊的方法，也就是用网球来协助治疗打鼾。虽然听起来这种方法实在怪异，但是他们确实获得了部分的成功。根据研究，有些人是一躺到床上就会开始打鼾的，但是专家发现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平躺的时候才会发出鼾声，而当他们侧睡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情形。 It's basically gravity, because when you're lying on your back, your tongue falls back into the back part of your throat, and what that does is it makes the airway much smaller, and when you make the airway smaller, there's more obstruction to the flow of airAnd obstruction to the flow of air is what causes the snoring. 所以医生就设计出一种特别的衬衫，让打鼾的人在睡前穿上。这种上衣特别之处是在他的背上有一个口袋，口袋里还装了一个网球。如此一来，穿着衬衫的人在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够平躺，于是他也就不会打鼾了。而一旦穿这种上衣睡个两三个月，时间一久，打鼾的人即使不再穿上特制的睡衣，也会习惯侧睡，也就不会再鼾声大作了。原来这个方法和原理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它确实有点效果，苦于打鼾的人您不妨试试看。